这么玲珑小巧，鬼是不会发现我的。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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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！师兄回来了。什么？师兄回来了？哼，他还好意思回来，消失七天一点消息也没有，电话不接，短信也不回，人在哪儿？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别说了，我说的是师兄的鬼魂。师兄的鬼魂？你在说什么？今天是师兄的头七，他今晚要回来。什么？你说师兄死了？没错，我刚才就看见他了，就在阳台。阳台？什么都没有啊。快点回去睡觉。人长这么大一坨，胆子比鼻屎还小。师兄要是回来了，老娘一根手指。抱歉。
元，大元，快醒醒！大元，大元，哦，大元，你醒了？啊！话说刚刚的事，没骗你吧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我们得准备点吃的。为什么要准备吃的？今天是师兄的头七回魂夜，也就是人死之后的第七个晚上，亡魂会回到生前的地方。这个时候需摆放贡品，点火焚香，亡魂受用后便可安心上路了。哎呀，师兄又不是你，他不吃泡面啦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哼，还好我有存货。两个卤蛋和一根肠，至尊金享版，你买不到吃亏，买不到上当。哎呀，都啥时候了？啊！别先别先，有怪莫怪，我们小孩子不懂规矩，师兄早日投胎，一路顺风啊！你干嘛？星星点灯照了我的家门，让迷失的孩子走到来时的路。一格。快回床上去，师兄会吃吗？肯定会吧，这么大一根，多少吃一口吧。来了，嘘，师兄不会再来找我们了吧？不会吧！师兄，你传大人！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。